你想不想要快速入门反手？视频最后我会告诉你怎么做，先点赞关注。聪明的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，跟有结果的人学习，并且买别人的经验，让自己不走弯路，直接走上光明大道。一直都知道反手是球友们的一个弱点，所以我用我自己10多年羽毛球上的经验，打磨了第二堂线上课，也就是我们的反手系列课。课程里会从基础一步一步教你们到提高阶段，也就是从握拍、架拍、步法、挥拍等等，然后我们就会去到进阶阶段，教你们怎么样反手过度往前2点，然后反手高远球。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我们还有提高阶段，反手的鞭打发力和装逼技术，反手杀球，这也是会让你成为全场最靓的仔。课程不只是有技术理论，还有实战讲解。我会教你们怎么去练习反手、有球训练和无球训练。然后我们还有力量训练，这也是对球友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课程上线会配合618一起推出。想要成为我的学员的球友们，评论区里告诉我，让我为你们羽毛球提升路上保驾护航。